这个是二字屋啦，它的总价也不高，不到一个月完销。那个漏水情况之严重，要八个水桶才能够接完。豪家大院有城墙，2公尺高，背后有巨材后在撑腰，一年吃掉100只熊掌，丑到你眼睛会觉得痛。没有，今晚十点国民大会。